4月3日晚，包贝尔通过微博晒和老婆包静雯视频的照片，并配文称：你的另一半正常吗？照片中包贝尔和包文婧两人视频互相对着对方扮鬼脸，瞪眼搞怪，脸扭曲到变形，果然是搞笑的一对夫妻。此微博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：你看看第一张图，你以为你比静静正常吗？不正常总比没有强，哈哈，包哥哥你咋那么圆润呢？是不是要盘一下了？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